到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他每一次叩门是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而在今天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，愿我能够永远与你同在。”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你的家门口敲门，不要弃绝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你的孩子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家里面，一起分享上帝的爱。我们要唱这首《耶稣敲门》。神也很特别呼召了我们的美玲长老还有几个同工，他们去跟永福教会的弟兄姐长老黄长老吗，还有 几个长老黄长老去泰国阿卡族，他们去来做短宣的时候，他们四个五个他们去那里去做诗歌的访问。其实 天长老的身体并不好，但是他愿意将自己摆上，这是因为在上帝的爱让我们跟永福教会成为姐妹教会，我们彼此相互扶持。虽然在这一年当中没有牧者，但是因为永福教会你们在后面的带导和祝福，我们并不孤单，我们并不孤单。
所以我们愿意在上帝的爱里面，我们继续相互扶持，是因为神爱你，爱我，更爱我们的教会，以法恩教会和永福教会。所以我们要唱这首《相互扶持》。献出你的爱心来分享。